自助一点，这里是女厕所。不好意思，这里真的是男厕所，是我走错了。半天呀，啊，成功了没有啊？当然成功了。走走走，身残志坚啊！你要理解我，像我这样的残疾人还能有这样的速度，我已经很不错了。对对对对对，慢点啊。你不就上个厕所吗？至于高兴成这样？我跟你说啊，刚才我上厕所的时候碰见一个男的。你又走错厕所了？那我跟他道歉了。你还折回去了？因为他挺帅的。人家上个厕所容易吗？要是个患者，估计现在前列腺都吓坏了。啊，不是患者，是个医生。穿着白大褂呢？嗯。今儿都几号了，整整一个星期，我给你们打了那么多电话，我知道你们忙，但现在最重要的是你们父亲生病了，做这么大的手术，你们两个人啊，连露一面都不露啊，是不是有点太不像话了？是是是，我知道错了，谢谢你这星期对父亲的照顾。嗯，父母最需要什么呀？就需要我们的一份孝心嘛。那你们的父亲现在做了手术，他最需要的就是你们能在他身边陪陪他，你们光借钱有什么用啊？你们父亲现在是在骨折的恢复期，有点疼痛是正常的。他如果疼得受不了的话，我可以给他开点镇痛片。谢谢你，陈大夫，这是我们一点心意。哎呦，现在病人的红包这么大方了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刚才跟你们俩说了这么多，白说了。有时间多陪陪你们父母吧。没有啊。有事吗？你好。啊，刚刚在卫生间的就是你啊？对对对，就是我，就是我。实在是不好意思，我再给你道个歉。啊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你叫程晓峰啊？我看看，哦，佛晓的晓，山峰的峰，哎，好听哎。哎，那个，程大夫你好，我也是骨科的病人，我是22号床的韩文静。你好啊。你好，你好。很高兴认识你啊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刚才就上了个厕所，然后溜达。该查房了，赶紧回房间吧。好酷啊！哦，哎呀，完了完了，我喜欢上他了。哎呦，不好意思啊。哎哎哎，陈医生，陈医生。我腿疼。啊？你怎么又疼了呀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老疼。你看我在这儿吧，也无依无靠的，没人照顾我。晚上在这种地方睡觉真的好恐怖啊。那你怎么不给家里人打个电话呀？我没法给他们打电话，他们会很担心的。这么多年了，我一直都是报喜不报忧的。哦，挺孝顺的啊。我能不能去你办公室聊会天啊？嗯，也不方便。说会话，说会话。行，那走吧。啊，哎，我腿疼，走不了。请进。
我来还你的书。这么快就看完了？啊，对，我这人看书就是比较快。请坐吧。哎，谢谢。还没好哈？还行，好多了。你找我有什么事情？哎呀，一个人太闷了，你找个人说说话。想出院是吧？不是。那又想找我借书？我这儿的书可全都被你看完了。我最近有点情感的困扰，想跟你聊聊。怎么了？我爸今天又给我打电话了，催我去相亲。哎呀，你说这事儿，哎，你对相亲怎么看啊？相亲我觉得挺好的，因为我跟我女朋友就是家里人介绍认识的。是吧？啊，你在一起几年了？没多久，现在还处于互相了解的阶段。没有，我就说那个。对啊，挺好的。你谈过几次恋爱呀？哎呦，是不是问的太多了？没事，两三次吧。哦，那你有没有过那种一见钟情的感觉？你肯定有过，就那种见到一个人的时候怦然心动，你见到他的时候就开心，你见不到他的时候就闹心，有没有过？有没有过？好像是没有过。因为我属于那种比较慢热型的。你喜欢那种小鸟依人的女孩吧？男人十有八九应该都喜欢这种类型吧。我也觉得。你问这么多干嘛呢？哎，增进一下了解嘛，解解闷儿。行，你先忙吧，我不打扰你工作了啊。好，这房间挺热啊，你都出汗了。啊，有吗？我走了啊。走了。那你慢点儿。没事儿，这有什么呀？回头有什么好书再给我看啊。啊，好。哎呀，你慢点儿。文静来了，哎，又来聊程医生了。是呀，多辛苦啊！给你们带了好吃，一会儿过来啊。哎，他在哪儿呢？刚下夜班，在休息区呢。谢谢，一会儿过来啊。早上好。早上好。刚下夜班哈。我先走了啊。哎，走了啊，拜拜。来尝一尝我亲手为你煲的汤。给。好，谢谢。赶快尝一尝，尝尝，快尝尝，好不好喝？好喝。哎，你别停啊，你接着喝啊，汤凉了就不好喝了。啊。你说你天天加夜班，对身体多不好呀，得补一补是吧？谢谢你啊。好喝就行。文静啊。以后不用总给我来送汤了。你嫌稀啊？啊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是怕太耽误你的时间和精力。我不太好意思。没事儿。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嘛。哎，主要是影响不太好。我一女孩都不怕影响不好，你怕什么呀？再说那会儿我住院的时候，你对我那么好，我要说你别治了，你会吗？没关系，就当我替所有的病号犒劳你了，白衣天使嘛。你是不是？你是怕你女朋友不高兴吧？不，这只是一方面。哦。文静。
我的意思是，你看你一个女孩子吧，总这样跑来跑去的，真的挺耽误你时间的。你还有那么多事情要忙呢，是吧？没事没事没事，我知道了。我下次就不这样，你把这些东西都吃了吧，这还有蛋挞，补充点糖分。我先走了。一定要多吃了哦。你怎么了？我去医院了。你生病了？我一个好朋友的妈妈生病了，我去看看她。什么病啊？严重吗？癌症，已经到晚期了。现在的癌症病人是越来越多了，也没什么更好的特效药。回头你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，你跟我说一声，有熟人方便一些。哎，我在跟你说生老病死的事情，你怎么这么冷静啊？做医生的都很冷血吗？我整天面对的都是病人啊，我对生离死别的感受不比你差。大家嘴上都说生命无常，及时行乐，可是忙来忙去，你也没发现自己有多快乐呀。回头一想，都是瞎忙。你说的太对了，太对了，你也别瞎忙了。哎，你洗脸去吧。你刚才不是说人生苦短吗？啊，那我就不掖着藏着了。我喜欢你，而且第一眼见到你我就喜欢你。你喜不喜欢我？喜欢。是吗？走吧。干嘛？圆梦。啊！你妹啊！快！Oh.